我是飞起墨，今天带各位实况一款射击类横向卷轴小游戏吧。它是 Gogo Happy and Smile，那事不宜迟，就开始吧。如果说观众对这个小游戏感兴趣的话，链接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。不过现在2021年了，Flash 已经不支援了。如果想玩这游戏的话，可以参考我之前拍的一部影片。它是教你如何把 Flash 小游戏下载到桌机，可以参考一下。如果再不行的话，可以参考蠢蠢的另一支影片，它有讲说要怎么下载 Flash 小游戏。你这电线杆是奈何不了我的。哎呀，当我没说吧。Who are you? I'm Shadow, the ruler of the city. 继续哦，有时候反派们会掉落他们的武器，可以捡起来用。至于反派们也会掉一些零钱，那些零钱呢，就没什么屁用啊。是大机器人，好可怕啊！我要怎么跟他斗呢？不要再打了，我承受不住。哎呀，我快死了，我只剩下3条命啊！快住手！不要再打了。真的很讨人厌哎！这个机器人刚要下来的时候，就会
放电一下，你如果刚好站在那边就被电到了。你没戏唱啊，接下来轮到我放电了。我才是主角好吗？哎呀哎呀，哦错了，大哥大哥不要不要。我投降，不要再放电啊。你再放电，那我要跟着放啊。对，谁允许你起来啊？给我过来倒下啊。就跟你说我才是主角啊。啊。啊，这是 happy 的路线啊。再来换 smile 啊。啊，这是 smile 的失败开场。Smile 跟 Happy 的操作方式基本上差不多，只是动作稍微不一样而已。还有他们对话的时候也不太一样，大概就这样吧。哎呀哎呀！哦，蓝凯出现了。啊，放心吧，地板没有被摔坏。啊，看来这条路要整修一下啊。I'm a shadow, the ruler of the city。看到直升机坠毁的时候，感觉蛮疗愈的。不要过来，我手上有武器哦。哦不，又来了，是可怕的机器人。哦不，不要。好可怕啊，我要怎么对付他呢？我想想看啊，好，
哎呀哎呀，这机器人对你来说太大了，我帮你变小一点。嗯，高兴了吗？哎呀！不要跟我抢闪电的位置好吗？BGM 变了，代表说快接近尾声了。啊，我说接近尾声，绝对不是我快要死了。好，今天差不多就实况到这边啊。这是个小游戏，无聊的话可以玩一下。